一场严谨传统的文化祭典。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跟着我们一起收听马勒瓦。马里玛利亚马布拉迪亚根迪乌伦，大家好，我是黄湘云，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马勒瓦。什么是马勒瓦呢？马勒瓦是排湾族古老的传统祭典，因为每五年举办一次，所以我们称作它为五年祭或是迎灵祭。然后呢，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的是呢，我会一起带听众朋友们回到我的部落古勒拉武来异乡古楼村，一起听我们古楼长老布布古溜来认识马勒瓦五年祭。马勒瓦克，你家都阿斯阿古，耶伊个，布布古溜在民国72年呢就开始为五年祭做资料整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学者呢想要了解五年祭，都一定会找我夫古溜来当顾问。所以很开心呢能够邀请我的我夫古溜来讲解五年祭的由来。这五年祭哦，就是在省前时代的时候，那个我们人啊，世上的人啊，他的名字叫萨勒门。后来这个那个萨勒门在家里啊，在这个家里面，在窗户那边，在雕刻啊，在笛子啊。哦，后来哎，看到外面有那个好像有什么动静了、啊，一看外面，哦，有一个小姐在外面呢、啊。啊，他就到外面，哎，你是来这里做什么啊？那个神女就说：“我说我是一个从省界来的、啊，我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这边有那个烟雾哈、哦，在冒烟了、啊，我就过来这边哦看看了、啊。后来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打来打去，可能很那个啦，拖延。然后那个神女叫啥珍儿。”那个萨登尔就给那个萨登尔就说哦，这样啊，我带你去神界那边去看看哦，好啊，他就那个萨登尔就跟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哦，他就在那边叫他五年祭啦、丰年祭啦，各种祭祀的事情啊都叫他了，日后他就打药来我们这个世上随时都可以出来，就是世上跟这个省教这个可以通了啊，所以以后呢他学到这个各种祭典以后，那个时候是三年一次啊，这个三年祭呢就是跟这个我们的盟约了哦，你三年就进一次了，到了第三年好像带兵反，所以干脆我们这样五年来办一次，他就把这个以前的那个三年祭就变成五年祭了，所谓的现在五年祭。嗯，我为什么讲五年祭呢？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讲马勒瓦，没有讲什么五年祭了。马勒瓦，嗯，马勒瓦。后来这个日本人呢、啊、日本人他就讲哦，他们五年一次的就是五年赛，五年赛就是五年祭啊，哦，所以在五年祭的这个语言呢、啊、本来讲马勒瓦克没有讲五年，所以我们古罗村的人都称这个叫马勒瓦克，不会说他是五年祭。日本人称的五年祭的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马德瓦，第二天的萨迪瓦拉瓦跟那个古里奥，而且其他马德瓦，马西古里奥跟那西拉瓦特那马特说，其他其他特那马特说，让阿布其他马德瓦那是不能到。现在呢，就由我来介绍马勒瓦克大概的流程。五年之前呢，要做的工作内容呢，要搭建刺球场，还有刺球杆，然后制作藤球，还要选祭司，还有助理祭司。然后在五年祭的第一天呢，主要的祭司有银铃，还有刺球。那第二天是祖灵的受赏日，排湾族人呢会在自己家里呢进行祭祀。然后呢，第三天就要送不好的灵。但是在古楼村呢，十年前的五年祭已经改成第二天就要送进行送灵了。然后第四天呢，也是祖灵的受赏日。第五天呢，也是最后一天，就是要送善灵还有刺球。那在五年祭的禁忌呢，有哪些？家人有孕妇或者是双胞胎都不能参与祭祀活动，要注意哦。但是呢，是可以在旁边参观的。还有呢，在祭典期间呢是不能打喷嚏的，然后在活动的期间呢是不能饮酒过量，要洁身自爱哦，不然哦会被不好的灵戏弄。然后呢，在刺球场内呢是不能吸烟，记住哦，不能吸烟也不能喝酒哦。好，女生也不能进入刺球场内，也不能触碰到那个刺球杆还有刺球架，哦，只有女技师可以哦。 OK 哦，好，节目进行到尾声，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已经大概了解今天由我和布布古溜一同介绍的五年祭祭典。要记住哦，参加任何一个原住民族的祭典呢，一定要遵守当地的祭仪还有禁忌哦。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呢在空中见喽。我是五伦香云马萨鲁。漫步田野。